56岁的台北市议员林瑞图，他是以艺名阿良伟进居台语歌坛，还上歌唱选秀节目去踢馆。而他独特的演唱方式，有一种饱受风霜的 feel， 反而获得了评审的青睐。一身黑色劲装，56岁的歌坛新人阿良伟就是台北市议员林瑞图，以独特苦情 style 诠释姚苏荣的经典歌曲。无心的人，不仅唱腔特殊，连握麦克风的方式都很特别。这回上节目踢馆，遇上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陈雪芬。只想在听愿意继续爱我，你只是低着头用力的沉默。陈雪芬卯足全力应战，不过评审似乎比较满意阿良伟的表现。很有趣的一战哦。那像阿良伟这样子的歌手，他是没有经过一定的生命历程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唱歌的。而且他唱那个复兴的人，因为前排门牙没有，他就虽然没有上排门牙，但阿良伟一样唱到听众的心坎里。而在比赛当中表现一直很亮眼的选手林心甫，这回演唱蔡健雅的歌曲打动不少人。一瞬间你终于发现心中的爱和思念，这是我今天听的最好听的歌。 I'm so proud of you。多希望美丽的梦永远不会醒，有谁能让时间和音会轻转移，故事总要继续下去。另外这组 PK 赛也很有看头，嗓音清亮的田杰儿古威对上10岁原住民小男孩邱浩翔，两人势均力敌，最后还进入延长赛。中天新闻邵玉敏台北报道。